过弟子以为做一点错事没事，现在看来因果最可怕。不讲情面，不管别的地方修得再好，也不能够讲功抵过。是的，那个是没办法的，因为因就是因果，这块没道理讲，它就是这样的。好，也在说听到今晚的讲法真的好可怕，我要紧紧地抓住佛的手，师父的手，永远不放手，永远不要堕落，忏悔以往所有的诸恶业。是啊，我们或多少都会犯错，关键就是我现在真正学佛了，认识到了从此以后该怎么做。不敢乱想了就最好了，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由想而来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运用智慧呢？运用智慧那讲一切无过，成就自在利益。好，上主说弟子前不知道，不可以非破律。昨天对一个师兄讲了，弟子在这里忏悔，望造成不定业，那及时忏悔啊，那越及时越好，过后呢就要多多忏悔了。好，法语行盖在说，听了六报，我说众生根本是自作自受，对吗？会受什么果报啊？请师父开始。众生呢根本就是自作自受啊，那是对。那你说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果报？那这个话它怎么会有果报？你并不是去说别人的是非，谈论别人的过失。我说这个业就是自作自受，那这个不在是非，不在评论是非的这个。你比如说佛菩萨不也是自作自受吗？他们自己自作菩提因，成就菩提的果，他自己感受菩提果，也叫自作自受。这个呢没有什么是非对错里面，那个因为没有定向，不可以说要受什么果的。好宝宝在说，他说弟子今天在单位分劳保品，见一纸箱子很好就起贪心，全然不顾别人感受地位极有，今当众发了此业。是啊，我们就得到一点差的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把好的让给别人，或许呢也能成就一点相应的不私心呢。好，接下来弟子今天对人使用发育香调的刺激法，把它调的引起不住气氛来，但没有想到自己乍习娇幼的习气居然还那么重，如此熟练必发现以前真没有意识到，那意识到以后吓得我好后怕，发了忏悔，愿不再造。是有的时候我们习气来得太快，自己一下察觉不到，关键我们智慧一定要时时现前，不能容这些个习气去造。你能及时发现，这也算是好事那希望你以后所有的这种不经意冒出来的都能及时发现，及时忏悔。好，上主说口口隐身算不算是欺诈呢？弟子现在不问清楚都不敢做了。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欺诈。欺诈呢是有意的，是努力的，是主动的。那你隐身呢不是去有去主动的。
你不是说主动的去欺骗别人，去欺诈别人，那主动的才叫欺诈啊。那你这个呢？你只是隐身在那儿，那怎么能算欺诈呢？因为你隐身在那儿，那是属于被动，被动的就不可以说是主动的，只有主动的才叫做你主力去照做，那才叫形成业的。那这样不算了。好，制度说，今天对人使用发育香条的刺激手法，把它调的引起不住的气氛来，是，那及时忏悔就是好事。供养咖啡，再说，如弟子所解，手菩萨戒的关键是在于使劲儿的手，对吗？哎，对对，就像你得到的东西，你必须得把它看好了，不能丢了，丢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守得住，就像你皇上坐江山一样。你不今天丢一个省，明天丢个省，后天丢个城，那几天以后你自己就变成光杆司令了，我们这个菩萨戒也是一样，必须要守得住，要使劲儿的守。好，贪妄畏罪是什么是妄啊？实际就是一种欺骗，一种妄意，就是让别人不明白。那比如说，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经常搞那些个神乎其神的、高深莫测的来骗人，那个都叫妄那这种妄的人，就算你地狱里出来了，你都不承认呢。那你就遇幽未形，形成厌鬼，就慢慢做你的厌鬼吧。什么时候那种业习了了，什么时候再说做人的事。爱好那口那个没了你就别想做人。法语新概说，如果一个人做了100件好事，那100件坏事，会下地狱吗？一定会下，一定会下，没商量。这个好事和坏事不相干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好好修，将来你修成一个皇帝，做国家主席了，并不是说你做国家主席给你降一格，做国家总理你那些个所有坏事就都抵消了，不是那样。所以说有好多国家主席啊、总统啊，你该有这个福分不少一点，但是倒霉来的时候，该死就得死，该病就得病，该出横祸就得出横祸。所以说，好多国家主席啊、总统啊，有病了、死了，或者说遇到横祸了，记住，善担当别受，都是担当别受。这个没有办法就也没办法去改变，咱造什么就是什么。好，阿弥陀佛。上主在说，引诱别人以为不在线那你要是起这样的心，那可以这样解。如果说你不起这样心只想隐身，或者说你起不打扰别人心，不诱惑别人心，那我要是隐身的话，我就说我不想诱惑别人，让他看不到。那有什么不可以呢？那我认为在线是诱惑别人，那我认为一身就不是诱惑别人。对，关键就是你起什么心力的事啊。那你要是说引诱别人，让别人以为不在线，你要起这样心，当然那就有妄的这种嫌疑了。那关键你是该怎么样起心动念的事。好，慎行再说少受一点。另外，今天礼拜的时候，平时
礼拜宝刹不到1个小时，今天大新历却花了2个小时，在身重礼忏时加以忏体，在想我们这些犯人在换忏，在忏换罪，求换佛加持，最后明了了一切罪业的根本，就是迷妄为真的，无明被幻化，被幻化感与受迷与感受迷惑，而生贪嗔痴，而造无量恶业。今天来说，一切罪报业报是六根受六道报，这是说明了，一切说明了，都是由感有受而来的。是知见无知，是自见无知，是自见立知，无明，这个根本而来的。弟子忏悔，了悟菩提，妙德道明，本无所有，自妄所造，还自来受。是，其实呢是这么一个过程。还要加固，要时时刻刻记着，时时刻刻记着，那我们就是智慧现前了。前就是说，弟子现在越学越觉得自己佛学见地太少了，过去对其他师兄喋喋不休的话再也不敢讲了。如何能够把所学的佛法融会贯通，说出来的话与佛陀的教育自见无二？这个呢，就是我们把每一点都练柔了，练熟以后就可以融合。那么我们就始终保持佛知佛见，就是我们想的、说的、做的都能保持跟佛一致。那么把点连成片，就融会贯通了，就可以再如意的去发挥了。是啊，我们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薄弱点啊，尽快的把它扭转过来。好，可以说我上面的话你没有看到啊，是可能是眼睛花了，是什么问题啊？那就重新打一下好吧。那或许我这页面没看到啊，或许眼睛看花了没有看到。好，再接下来法身行说，弟子发现众生到业微细处所受的，确实是微细差别的果报，却有时回向法相对应的微细差别功德愿力的显露的救脱处。愿弟子我昔在随迷妄妄想所感受的、招引的贪嗔，痴所引发的是习于六交报导致清净，那就最好了。是啊，我们都应该发愿，早一点的，消除这些个业，真正消除这些个业，消除这些个无明烦恼，我们真都个个都落在大自在。而且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往往我们当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觉受，往往当下我们就没有一个好的觉受，而且呢是越搞越糟糕，所以说呢，我们呢真正要努力，从眼前我们就能得到实在利益。好，阿弥陀佛，看看大家还没有其他问题呢。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呢就共同的先学习到这里，好吧？希望大家呢都能珍惜我们这一次共同修学楞严经的机会，建立你的这种纯正的佛知佛见，将来呢利益你无穷的道业。好，阿弥陀佛，各位晚安，各位愿望吉祥。我们今天就共同学习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的来学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慈悲引领我们学习楞严妙法，帮于云妇人面对相识。身为畜生，愁其宿在，物怪之鬼，物消报应，生于世间，莫为消累，风拔之鬼，风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祖尊，一切异类。触魅之鬼，促使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从骨之鬼，骨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衰之鬼，衰尽，生于世间，多为回类。受气之鬼，消报应，生于世间，多为食类。绵忧之鬼，忧病，生于世间，多为福类。合金之鬼，合消报应，生于世间，多为应类。明之鬼，明灭报应，生于世间，多为修真。遗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应，生于世间，多为类。阿难，是等皆以业火干枯，投其宿在旁为畜生，等曰自虚妄业之所遭，我悟不提，则子妄缘本无所有，如有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心修，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自妄所遭，还白受菩提心中皆是福寻妄想凝结，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七心佛，慈悲开示。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各位晚上吉祥。我们接下来学习大佛的生命。昨天我们知道这个众生它是怎么样演变过程。最后我们也知道，真正你要悟到菩提，真正悟觉悟依自己的本性，那这些个现象就会找它都是幻化，不是实有的。这样说还有啊，那为业即定，作为这种业业了，那大家能不能想起来，我们在这业报茶壁经的时候啊，就讲过类似，那个是个规则，有受尽的，一尽受为尽的，记得吗？那太子还要谈到这个问题，那他承受的这个鬼业来凑，也可以一生，也可以十生，也可以一百生，不管多生，一想到鬼业总尽了，到那个时候，这些讲讲啊，二句真空，对以往行想而造作的这些都了结了，鬼业虽然要讲。但是呢，他以往的改善，或者说套或者好动吃肉的那些个还没承受，未来之间于缘人就是以前，缘就是以前，于以前将负的人，就是欠人的逆债、钱债、各种债，尤其好吃肉穿那些个皮东西但形成这种债务以后呢，对愿力相知，那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呢？比如说呢，他来到世间以后，身为畜生来偿还及过去的债务，那些物故之鬼，就是欲物成形的、欲物成形那种鬼呢，他这种物消尽，就悟了，他的越报越了，就生在世间。像这一类众生来到世间以后，他就会在成堆里变成消类。那风之鬼，这种风消了，他报也进来的时候，一报了了，收了了，这世间呢，多为旧征，大多数都会形成这样众生。那一切一类，种种同的种类众生。还有那种畜类之鬼就附在畜生身体上那种鬼，那畜使报尽，在人中生在人世间里，那生在人世间里若不成长，他多为狐类，
说我们常说狐狸都是来自于这种生命的形式转变。那个铜骨子鬼，那个骨鬼骨毒啊，这种骨灭耗尽它的细胞量的时候，是世间对毒类大家见过有毒的这种畜生，它这种衰厉子鬼，它这种衰穷耗尽才像了了，报也受尽了，是在世间多为回类。还有那些个受气之鬼，大家还记得前儿昨天所说欲气成形恶鬼，那气消报尽的时候，它生在世间数位时，还有那种年幽之鬼，他这种幽老的时候报寂静的时候，幽情报尽，他是在世间对福类。精鬼他这种事情是这种喝消夜尽的时候，是人之间对阴鬼。冥灵鬼这种冥要尽的时候，生在世间多凶，以及和修真相似的这些种类众生。还有那一人之鬼，就是要记住人体他这种人亡尽的时候，生在世间多为血类。佛就是说阿难等以上所说的这些个以上所说的这些众生的生命形式，都是以业火干枯业了了以后，都住在用众生态，用这种生命形式来还旁为生。那这些众生他们也都是都什么，都是自妄业作做造业，自己那个业我们说就是虚妄业，就遭感到这种虚妄的现象。我们说众生类这些都是现象，做人也是一种虚妄现象，但是呢这种虚妄现象给带来的感受好感受，这都是虚自己妄力遭遇这种现象。假如你悟了菩提，真正觉悟了，则此妄缘本无所有，你就会知道这些是虚妄的业相。从视角来讲，它是无所有但是呢不是没有忏悔清净那必然你业会招引你承受这种生形式的果报。佛就说如你所说的像宝莲香等等，还有琉璃王淡英比丘他的这些个恶业，前面我们都学过了。宝莲香说淫欲无过，如狼把整个家族全都给杀了，善行不修打大妄语等等一些个业，这些个恶业是本自发明，都是自己造啊，都是自己发挥出来的，都是自己发挥出来，都是自己造的。这个业不是从天降，也亦非地出，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别人能给予，谁也不可能给予你个什么业，这些都是自己的虚妄造作所造感，自己虚妄造作所造感，那自己造感的自己造的还自来受，要自己来受啊。在菩提心中，皆为浮想，皆为浮虚虚妄想凝结，浮虚妄想结在菩提心中什么叫浮虚妄想凝结呢？我知道我们妙明真心是遍一切时空一切处的，
那么我们依这个心都发挥无明，就开始造作啊，造作就会有一些现象的展，这些现象展现就叫浮虚妄想的凝结凝结，这是你一点点积累一点点道理。我说你在地狱里也好，那也是你这种妄想，无明妄想开始造作，造作以后就形成那个业，那就在地狱里凝结成你的一种生命形式。那在地狱里才落在鬼界那也是用那种业凝结那种形式。在那种鬼界了了，你在生世间做这种禽兽，那也是你自己的那些个妄想所造的业之后产生的凝结果实。所谓唯心所造，唯业所感，唯所唯所感呢，唯识所变，那都是自己造来，都是自己造来，它并非从天而降，记住，大家永远记住，也不是从地而出，也是别人能给你的，都是自妄所造。虽然说你那个心跟不一样的是记住一切，但是你依止的是无明妄想，包括这些业力必然会有这些个凝结的现象。那各位这块要强记一下，也就是就如同齐大一样，讲齐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说了这些事，现在呢是进一步的详细的佛在发挥告诉我们，比如说寻业发现，都是顺着你的业你会发现这些种种现象就包括宝莲香琉璃王善行比丘一样你有什么业就会展现什么样的现象，而呢没有商量。这个世界就是因缘果报的世界，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的来向下学习。阿弥陀佛。父子阿难，从这畜生愁藏现在，若以愁者分业可偿，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真其称，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得与人中不舍人身，此还彼力夫还为畜生，藏彼于直，阿难当或用钱物，或与藏足自停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酒如乃至即食相租，犹如转轮，互为高下，为休息，除舍母他及佛出世可停起。汝今应知彼消轮者头足复行，生于道中昌河晚类，彼周真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昌河异类，彼胡轮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庸类，彼独轮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恨类，彼回轮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威烈，彼十轮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柔类，彼复轮者头足复行，生人中参合劳类，彼一轮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本类，彼修真者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明类，彼诸学轮头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达类。阿难，是等这一宿在必酬复行人道，皆无色业际间相生相生，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悯者。阿弥陀佛，悉请师佛悲开示。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呢，我就得仔细学习一下了。大家都是人呢，因为我大家都是人呢。那你这个人从哪儿来的？从哪里来的？
好多人以为是自己地里钻出来的，有些好像在地里小胎时，实际上我不否有个别那种现象，但大多数不是那。再看看看生在人中各种型的人不等，这个呢比上一段就好一点。哎哦对啊，就是这些个畜生呢，他们愁肠现在还在，一畜生的这种生形式还在。在还债过程当中不容易啊，在还债过程当中非常不容易的。若比仇者分所仇，什么意思呢？就你还债的人还过了，你比如说欠你十块钱，我都还到十一块了，还到二块钱了，超越了。那超越了怎么办？记着业每一点一滴都不会空过的。业每一点一滴都不会空过。就算是超过了一分钱，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业。我们往下看，此等众生还福为人，反正其胜。因为我多还了一分钱，好，那你下回转过来一定把那个多余那一分钱还给我。那个上面还要加利息的。那再接下来，若比有利他有种功德力兼有他的福德，那这样的呢，折于人中不舍人身，也就是说他下辈子不会落到那个善道里，下一辈子他还做人做人也要投还比例你也要还债的，并不是说只有畜生去还债，做人也要去还债的。大家说那做人怎么还呢？那我过去吃他的肉了，做人又怎么还？那你也是用肉还呢。他说那些还有吃人肉的呢，那是你见识太少了，真就有人肉的，真就有人肉的。那过去大家就给过我那个网络上的那个图片，现在就有吃人肉的，这是小孩没长大的儿子吃人肉的有啊。但是说那太可怕了，那对那你吃肉的时候小心点。你说大多数来讲都是将来你吃他，你现在是人吃他，但你变成畜生他吃你。但个别呢，他没福报有那个功德力，他都还是做人了那你也做人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一样该吃还得吃啊。你害怕也没有用啊，因果就是这样的。好，再接下来，若无福者那些没有功德力没有福报的人现在造完业了，那将来还为不上常理所余之就是偿还多余的那一部分。那你十块钱我还十一块了那你做来还给我那一钱，一定要还。大家说那他不要了那还完吗？因果来讲他就是这样。好，那有的人说愿意去还这个债，我喜欢那就叫。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因果就是这样的，那没商量了。再接下来我说阿难呢应该知道，假若我们现在用的钱呢物啊，你用人钱也好，你用人家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你得到别人力气的帮助也好，这些个都要还的，都要还的，每一点滴啊，长足自停，还足了他自然就了，没还足停不下来了。而且一个小心的业长足自停，用钱也好，用物好，用力气也好，都要还了，一定要还足了，自然就会停下来。大家说，那我用父母这不需要还了吧？那不管谁是谁，这块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父母关系不关系的，那些个没有用，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和任何一个人都形成这种关系，带有关系。那所以说啊，大家应该谨慎一点，也谨慎一点。好，再接下来，不宜中间，假如说在这个债务循环的过程中间，这个人杀彼身命，你去杀他的命，或者呢你吃他的肉，好，如是乃至经微尘那么多劫，他也会吃你，来杀你，完了转过身来，再杀他吃他，再转过身来他杀你吃你，就这样，经过微尘劫，你吃我，我吃你，你杀我，我杀你，犹如转轮，就像轮子一样，互为高下，此高彼低，此低彼高，这叫互为高下，是无有休息，不会停下来的，不会停下来的，除非三摩地以及佛祖师，那其他的任何一种形式不可停止呢，不可能停下来的。那现在就说到了两点，解除方法能让这些个停下来的方法，就是三摩地和佛祖师。那除了两种方法以外，是不可能停下来的。那大家真要小心了。好多人说我念佛念咒吧，你还省省，佛经上现在告诉你，除了舍摩他和佛事，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方式停止下来。你还以为你修的那个多高吗？还以为你修的那个多好啊？该没戏的时候就是没戏的。当然了，不信佛的也没道理讲。我们再往下来看吧。佛说，阿难呐，你现在应该知道，那些个消轮类的众生，这些消轮类的众生，他筹完宿债，筹还满足了，这个时候他在世间就会显生人道中，在人道中展现人的这种生命形式。大家说哦，那不还是可以生在人中吗？是的，是可以生在人中，而且生在人中这个消轮类投足了债务，生在人中以后参合完类，那什么是完类？就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个性坚强，习气严重，不容易改变。大家看一看自己或者周边的人有没有这种人呢？这就是消轮类他这一种众生一种绝对的特征。也是这样的人最不可能改变，是绝对可以改变。我们还知道另外一点，那这些畜生类能在畜生道出来极难极难的。前面讲过一点，因为那块没有多讲，害怕大家没有重视。你比如说经微尘劫相识相诸犹如短轮互为高下，这一块就是在畜生堆里你很难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你比如说那老虎吃羊，好，那屎就变成老虎啊，那老虎死了再变成羊啊，那么还是老虎吃羊。光在这个禽兽堆里转，说不上转多少级，一把火你转出来。所以说呢，这样得人身，我讲生死轮回当中啊，在三个道里就像大地图一样，得人身的机会就如同指甲里的土一样，是这么个比例。指甲里的土，你指甲里的这个灰尘和大地的这个量比，为什么人身难得落不了人呢？因为你在畜生堆里就很难出来了，就那块慢慢循环。就像刚刚我说老虎和羊的关系，
所以说呢，就是在畜生道里想出来，那机会、机遇相当少，他的机会和几率相当少。好不容易出来这种消轮类的，他做人，他就是自称那种顽劣的众生。那修正类的，这一种类的众生，他这个愁逐福行的业了了，还债还清楚了，那生在人中呢，他是掺和一类，这经常利益的，就愿意跟别人搞不同的，实际呢，就如同那些科学家，他们就经常去不按的固有的这种思维路线思维，往往是另立一类，这种学术，甚至包括生活当中，都跟正常人不一样，叫一类。还有那些个胡众生，他愁毒服刑，所有的债都搞清楚了，是在人中，他参与庸利，那大家都去少知道一点，那狐狸比较狡猾，有的人说狐狸比聪明，那么呢也确实他有一定的智慧。那这种庸那在中国往往把他现代人他做贬义词来理解。那中国古人这个庸字是最高贵的一个智慧名词，代表是一智慧，那大家明白它就是就好了。再接下来以独轮类的蛇啊蝎子啊那些独轮类众生，投足不行都还完了，做能参与能做的就是那么我们看到经常杀人的拼命的这些个很累的，再接下来比回轮类，回轮的众生就是没有手脚靠身体爬行的这种回轮类众生，他生在人中还完债以后生在人中他掺和微类，那他也就是说在社会最底层最差的，再下来以十轮类众生愁足服刑。那什么叫十轮差版本你比如说现在那种家养的鸡或者说家里养的那个鱼就是喂就是给人吃的，就是给人吃的这些个生命形式，一旦他这种业了了，做人的时候，那这些呢掺和柔类，所以他们就比较柔和一些，他们就比较柔和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多野性了。好，那比浮轮类的众生，他们这些债都完清楚，做人的时候生在人道中就是掺和劳累，实际这个是够可怜的。过去就是浮轮类的，现在还是做人还又落劳累里。那什么是浮轮类大家都看到过现在很少了，有牛车呀，有马车呀，就是成天给人拉车的，给人耕地的，那么呢为人服役，上辈子已经这样做了，生在人中还要去做劳累，一定要靠自己绝对的劳动才可以
生存的。再一个，再接下来，比英伦类众生啊，他这些债都还清楚以后，做生在人中做人，参与文类，参与文类，哎，有文化了，啊，这文化圈子里的啊这一类众生，那大家什么英伦类众生啊，他会生在人中啊，会变成有文化呢？他在英伦这块已经感受到这些个文化知识。那什么叫英伦类啊？大家听说过鹦鹉学舌啊，八字学舌，确确实实他们就已经开始接触这种训练了。好的，接下来比修真类修真者，他们业尽福行生人道中的时候，他参合名类。那名类这众生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再接下来比寻轮比诸寻轮这一类众生，他们筹入复行的时候生在人道当中，那参与达类。你说真正的能成为一个达者，什么是达者？也就是说要让他去搞什么他能成功，让他去搞什么他能成功。为什么过去就有这种能力的训练啊，他习气的是使人。那为什么能达？你说他那个路走对了，寻轮类众生是能顺应这种规律，顺应规律也就是说能按着路线走下来的，那叫寻轮。那这一类众生他生在人中就成为达类，他能成功啊。佛说阿难啊，是等这些众生皆已宿在投币以往的债全部搞清楚了，在这个投币之前，大家记住很不容易控制的，前面讲过了。那么这些个众生就是常筹偿先债，筹还偿还先前的债务，但是偿还的时候往往就还多了，还多了好，那还要他再还你还你的时候又还多了，好，你再还他就是要这样的互为高下，犹如软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因为那个很难控制的，很难控制到一分一毫不差的，只要差了就要这样不管你是杀命的也好吃肉的也好也说你命再好情再好钱再好，不管什么什么就包括力气都会形成债务，一切一切都有债务。所以说好多人啊说我挺好今天我没煮饭，今天我没洗衣服，有人代劳挺美的挺高兴的是吧，实际呢别着急因果到头来时候你会好好的伺候人家的，那也没道理讲的，因果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恰到好处刚好还完又没多还，彼此谁跟谁债务都了结了，那才能福行人道，他们才能做人。再一个刚刚讲过了，在畜生道里很难出离的，因为在畜生道里你杀我我杀你，你吃我我吃你几乎不停的这样搞，很难有那么一世刚刚搞干净谁也不欠谁的当然了
我说，佛菩萨帮助三恶道众生出离的机会还是有的。离开佛菩萨的帮助，我们想做人呐、真是难呐。得人身如自家里的土，那在三恶道里的机会就像大地的土一样美丽呀。好，再接下来，那这些个众生皆无始来，既有业力对来，由于业，业累计，相颠倒，因为颠倒的无明颠倒的妄想，计较造业，所以说呢，这叫相生相杀。这些个众生不遇如来，没有入到佛菩萨，没有听闻正法，就在这尘劳当中，是法尔轮转，就延续的这个因果的法，就这样轮转。佛说，此类名为可怜悯者，这些人真够可怜的，这些人真够可怜。那从地狱，到恶鬼，到畜生，到人，先都讲过了。实际呢，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无始以来，如果说没有佛菩萨的帮助，在座的各位有几个可以凭自己本事做人呢？如果凭自己本事，那你最少要有十善业，而且十善业不齐全，你可以做人。那各位要是一出生就有十善业习气，你就有一善业习气也好嘛，那也是靠你自己本事做人的。有几个人这一生就有善业习气的？如果没有，这都是佛菩萨无限恩德的给予啊，才让我们从三恶道里爬出来的。我们有几个人真正的实实际的这个恩德？我有没有念恩感恩啊？甚至现在好多人还心不满意不足，认为做人做的还不好，这已经佛菩萨尽最大努力，你的业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人中你该受的业要受的，佛菩萨总希望你好的。那为什么无始以来总造这些倒霉的业呢？好，过去我们不说了，此时今世各位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还是先就的那些恶习、恶业，继续轮回啊？那大家都仔细考虑考虑啊。学的时候，你也跟着思维一下，很重要的。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的来学。阿弥陀佛，阿难，复有同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故行，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阿难，彼诸众生坚固福耳，而不休息，十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经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肚子而不休息，气经圆成，名空行仙。坚固精液而不休息，论得圆成，名边行仙。坚固精色不休息，七翠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奏静而不休息，速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名造行仙。坚固交构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觉行仙。阿难，此等皆于人中念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受千万罪，修止深山或大海岛，
绝于人境，这一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寒来，散露诸系。阿难，诸世间人不求成住，未能舍诸机切恩爱，于邪淫中心不留意。成名声名定宗之后，临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颠。于西房淫爱微薄，于禁居时不得强，定宗之后操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刀立天。逢遇善交，取无私意，于人间世动道尽多，命宗之后于虚空中朗朗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虚夜摩天。一切实境有因出来，未能违力，命宗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解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都外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恒尘时为汝劫纳，命宗之后生月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事行，于行事交了然操业，命宗之后便能操化无尽，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阿难，如是六天行随出动，心地上交，自此还名为欲界。阿弥陀佛，悉起师佛，非开示。好，阿弥陀佛。那接下来，我们已经过渡到天界、欲界天，比如说从地狱、恶鬼、畜生、人，在又学到了欲界天。那么呢，欲界天以内的这些个都是修行来的，那对的，这些都是修行来的。但是修什么东西就不同了，修什么东西就不同了。我仔细看大师佛说阿难，说还有从人还有这个修行人，这些个修行人呢，他不依正觉来修三摩地，他不依正觉修三摩地，他呢别修妄想，妄念妄想，他去修这个。那修这个妄念妄想，他是存想故行，由于这种妄念妄想确实修到了。修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叫固行。什么叫固行？就是你这个形体在你修到成功的时候，它固定下来。你比如说你十岁修成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形成了固定的十岁那种模式，那种模样不会再长大，也不再衰老。如果说你80岁修成的，那个形就固定到80岁再不发展，这固形固定下来。那说这挺好，这可以长寿的。那记住，这是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妄想的人真正修成了。大家说修妄念妄想能修成吗？能修成的。那个修成的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往下看。这样的众生啊，他游历于山林，人急处，人不到不了的地方，不立山林，人不及处，也是十种仙，这修妄念妄想修类的十种仙。好，再接下来佛详细的为我划分哪十种。